新兴障碍者伫咧找头路是真正无简单。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嘉南分署伫厝内举办特定对象优先一场优良厂商表扬活动，隆重选出着6间的企业。这个企业不只是进入新兴障碍者以及弱势民众，也提供着良好的福利待遇，好弱势员工会当来稳定就业。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嘉南分署上午伫台南一间饭店举办第一届特定对象优先一场优良厂商表扬活动，总共有27间企业报名，6间企业得奖，也代表这个企业对着新兴障碍者甲中高龄等弱势员工有真好的福利待遇。结合我们劳动部很多的资源，那给予这些特定对象很更多的机会，其实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回馈，那也让我们这些社会大众看到我们包括中高龄朋友现在因应高龄化少子化，那还有我们很多的身障朋友，其实他们都很有他们的一个特质，包括服务的热忱，那只要透过一些像职务再设计相关资源的协助，其实他们都发挥的很好的一个工作效率，那也展现出这些特定对象在职场上的劳动新价值。6间特种企业当中，有2间是台南企业，分别是超越进用新兴障碍者四倍的餐饮企业，以及全国第一间通过协定的新兴障碍者特例子公司环工科技公司。今日的表扬活动，除了感谢6间企业支持新障者稳定就业，也鼓励更多企业加入暖心企业的行列。记者崔文陈嘉生，东区采访报道。